其實我上一年已經有參加過一次，所以今次是我第二次參加。今一年比較不同的是我自己主動去 approach 老師，跟他說話啊，其實我想再試多次這個比賽，因為我覺得做一首自己的歌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首先很榮幸可以得到你們的青睞，也都是學校推薦我。如同同學所說，其實這個是對我們的一個鼓勵，我們之後可能會更加去嘗試，或者更加夠膽去挑戰一些不同的曲風，也都是因為有這個比賽，所以我們才願意去走多些不同的路，試多些不同的風格。我在這首歌大概花了一個星期左右，因為我是那些一坐在電腦前就很喜歡坐幾個小時，一次過把東西做完，所以還有我平時會儲一些 motif， 即是我可能一有 idea 的時候，我就會可能錄低彈低記錄低它樣，所以當我要創作的時候，我可能就會一直聽著一些 motif， 然後再去再去 elaborate 它們，再去發展它們這樣。我今年高二啦，下年就會是高三，咁亦都係我最後一年啦。咁我應該就會繼續參加嘅，就好似啱啱老師咁樣講啦，我可能試下揾唔同樂器嘅一啲樂手啊，或者一啲嘅老師。